于昨日查获毒品案一件一人。那经20:50专取，将由本所两名员警将该犯嫌解送至高雄地检署续行侦办。解送途中，因犯嫌毒瘾发作，不断哀嚎，故加速将犯嫌解送至地检署侦办。经过前镇区时代大道与成功路口，因注意犯嫌举动而疏未注意到路面有高低落差，那导致车辆颠簸腾空，车辆并尚无异状，所以同仁就续行完成本次的解送任务。